这是 David Barnes 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英国伦敦2006年8月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一第45首诗，游子吟，孟郊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完，唐诗三百首卷一。完 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